从我年轻的时候就不断的想去探索世界各地的面包，不管是远赴法国比烘学做法式正统面包，还是在斯图加特迷上德国面包的酸气与香味，走过日本、法国、比利时、意大利，最后回到台湾，收获的不只是满满的功法，还有那份发现新面包的感动。每个地区的面包都有自己最独特的风味，它们丰富了我的生活，不断为味蕾带来惊喜，就算每天吃也还是那么美味好吃。我非常感动先前的线上课程能够得到破万学员的支持，也因此借着第三次与 Yota 合作的机会，我要用行动表达最真心的感谢。老吴决定带着各位走进我的食谱人生，这一次让我们跟着面包去旅行。这趟旅程我们将抵达十个目的地，喜欢巴黎人可颂的酥脆，还是北海道吐司的松软，帕纳多尼与法式长棍也是老吴的最爱，这些全都不用选，我通通交给你。大家可以一次享受到52款面包的丰富滋味，让你的餐桌上、店面里能够不停变化、不重复。老吴的课从来不怕新手学不会，希望大家能够轻松愉悦的学习。这一次我也会分享各地的面包故事，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们的前世今生与文化的意义，然后以实作带入理论，从鲁邦种、冷冻面团、冷藏发酵、搅拌工法都会提到，用易懂的方式讲解如何在家替换材料与客制化配方，这些技术都是我远赴异国进修习得的秘诀，现在我会毫无保留的拿出来帮助大家有效提升自己的烘焙实力。我也非常欢迎大家在课后的社团一起互动，线上教学不孤单，反复观看勤交流，大家有问老吴一定答。这是我全力以赴用心打造的世界面包课，我想让你也体验亲手烤出美味面包的感动，让全家大小都能在家品尝世界级的经典滋味。我是老吴，跟着我一起用面包环游世界。